第七个节目是由林品瑜同学带来的克莱曼蒂小奏鸣曲《海蓝干果舞曲》。第一首是钢琴之父克莱曼蒂的小奏鸣曲，曲风稍快，是三部曲式。第二首《蓝干果舞曲》一开始从快速的三拍，接着进入温和的三拍，速度有急剧的变化，是首轻快的西班牙舞曲，请大家用热烈。